换一次。开始的时候干一个输嘛，乱打。对啊，一开始一颗乱打，输很多的，然后就乱打。玩个游戏吧。对啊，打后来到底。还想说，看我们竟然打不赢，太差了。后来就开始打他那边，专门打他。分数就这样渐渐的回来，渐渐的蚕食鲸吞。打电话先问他，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没有，你还吃东西？好，换你。
早上开始打之后，开始打之后。